早安啊，我们今天要玩这款游戏呢，是一个僵尸生存类游戏，但它有点不同，它是横向 2D 生存啊。种类型游戏要么大好，要么大坏，我不知道它是哪一种，我们就来一起体验。但不管大好大坏，我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频道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僵尸生存类型啊。你们如果常常在跟我们的频道的，几年前就在跟人就知道，基本上九成的僵尸生存类型我们都有玩过。所以这类型游戏我一直都秉持着，我就是玩拍给你们看啊。如果不好，你们至少看了一下不会踩雷；如果好，那就可以加入一起在这个僵尸的世界里面冒险生存啦。好，然后目前游戏是 demo 状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是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玩的哦。那如果开始前可以的话，麻烦帮我按个赞。然后很多观众还没有订阅，对不对？记得按个订阅。来，那我们来开始。那画面是调中，因为它似乎蛮吃支援的。People of Walton, this is your mayor John Ward. Now I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thank y'all for your patience, resolve in these most challenging times. It's that Southern spirit, it's that Texas grit that gives me full confidence that we'll not only get through this crisis, but come out stronger on the other side.I only wish I could be here to see it, huh? However, folks, I regret to announce that today I'll be moving my office to a secure spot outside the city limits. Now, no need to go assuming the worst. All right. This move is strictly to facilitate better coordination with our boys in uniform, who are at this very moment.Putting together a surefire plan to retake our city and eradicate the... Huh? Let's get away. They're where? Excuse me. So, hold tight, secure your homes, and I assure... Hello?The tide will turn.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I'm not sure if anyone out there is still listening to this trash. But if you are, know this. Nobody is coming to help you. There's no plan. They... Look. What they did, it's wrong. It's all wrong.We are trapped, and staying here isn't an option. You have to get out. Escape the city any way you can. Get out now. 还不错，对不对 ？OK， 选择我的幸存者，这边可以选。好，那我们就第一队吧。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其他队伍。啊，然后总共那么多可以选的话，我觉得 demo 应该不少内容吧。来，那我们开始游戏。然后这游戏也可以用手把玩，所以你如果是手把玩家的话，似乎也是不错的。我看他的介绍，各方面感觉都挺棒，但很怕就是包装很好，然后实际玩很惨，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体验。障碍物很糟糕，这里的物资也不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要尽快搬到一个新的避难所，然后想办法逃离。OK， 每天分成白天跟夜晚。然后，哎呦，旁边有影子。你可以分配幸存者去进行制作需求或拾荒，结束后会执行任务。在地图站，你可以分配幸存者去附近地点获取资源。好 ，OK， 我们接下来确认行动。哇哦，哇哇哇！哦，哎，卡到，吓死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可交互，这边是选择地点。目前我们的避难所密度是中的，然后僵尸密度是中的，有一点障碍，然后总共只有一张床可以使用。它有点像是那个《This Wall of Min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很久以前那一部，我们几乎那整系列都拍，有兴趣可以找一下。欧文大道38号曾经是最烂街道上最好的房子，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僵尸密度低，会有一些可以放置的东西。好。对呀，你看，模式是 List of Mine 模式的。
然后，接下来切换，他在执行计划。执行计划的途中，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在房间，可以他可以做一些休息。对对对对对，模式是这样的模式，没有错。然后这个旁边的地方，可能我们可以把它解封，但目前还不行。对，目前还没有办法。我在猜，可能正式版才可以啦。然后对他可能是其他的可能原本那边住户，然后这个是障碍区的修复，我可以把那个障碍修好一点。OK， 添加之列队，这样子应该就有了。OK， 当他们两个都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先去休息一下？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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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任务应该是等到晚上再来就好了。对，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休息，睡个觉，分配幸存者。好，大概是这样子，没有错。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模式就是那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List of Mine》，因为他毕竟有点年纪，好几年前的游戏了。他在讲战争时期的人要怎么在战争上。在战争中生存下去，那款非常之经典，非常的棒。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加速吗？确认行动长按。哦，它这个是直接进到夜晚了，所以我们中间我会跳起来，中间它是不能直接跳下一个阶段，不能加速。然后我们有障碍物拦下他们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哦。准备拾荒，然后前往拾荒。OK， 那前往拾荒另外一个人，他现在有睡饱了吗？对不对？前往拾荒之后，另外一个人，我看看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在屋内可以做的事情，目前并不是很多。对，目前并不是很多。他可以继续，我们现在缺木头了。然后一次拾荒似乎只能有一个人，是不是？看一下，确认行动，小心失去幸存者，意味他们将永远消失啊！那另外一个应该在床上睡觉才对的。对，果然，另外一个是在家里面做事情的。OK， 然后接下来是返回避难所。哇哦！目前各方面。其实还蛮符合我期待的，因为它预告真的看起来太棒了，我很怕会玩到雷胶带电器材料，对，没有错，这模式。然后像这种类型游戏啊，都有一个小小的诀窍，而且你收碗的似乎还可以放东西，你可以先把东西放到这里，然后当你身上有背包有空位的时候，你可以从里面拿东西出来外面放，然后把东西堆在一起之后，一次把你想要拿回家拿回去，对，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然后 Control 可以潜行，但有时候你如果要急着逃命，来不及拿东西，那就悲剧了。走到门前窥视，这是攻击。窥视要怎么窥视？他没有教我要怎么窥视，看一下。哦，有了，按前就好了，往右按，他就会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然后打开一下，蹲下。他不理我 ，OK， 看一下，没有东西。然后我们似乎只能在，对，他是平面，完全平面移动，不同横排是不能互相切换的。OK， 生肉、蔬菜，哎，对耶，他的那个看起来也很像《List of Mine》。好，我们可以攀爬上去。蔬菜长得很像，可是因为蔬菜我们就长这样，蔬菜还好。我看看我可不可以击杀他，找到一把武器并进行暗杀。对耶，我们出门竟然没有带任何武器，我们做个开锁工具而已。这个，
哦，我们要找新地点的方式是用那个望远镜来看。可行哎。剪刀，锐利的剪刀，然后会有一点噪音，速度、耐久跟伤害。瓶装水，衣服可以拆掉。好，再过去没有了。然后打勾就代表没东西。打勾，我还可以再重搜一次吗？可以。好哦，好怀念哦，啊，超怀念的。那时候我很喜欢玩哦。Lies of Mine 我大概重破了好几次，好几轮。OK， 在装备武器的情况下，按我现在已经有装备武器了，这样子就是有了。好，按 R 是取消跟有，有它会在左下角，然后按 E 可以暗杀。哇哦，可以耶！开锁。哦，一把斧头。好，然后这边应该是后门，可以直接出去离开吗？对对对对，后门也可以直接离开。但我们刚才东西没有拿，我们再回去看一下有什么。然后我帮他试一下，如果我奔跑，他会发现我吗？等我一下，哦会。哇，你上得来吗？哇哇哦，他那个追逐有那个惊恐的感觉。怎么办？我先可以换斧头了。等一下，看一下，他应该还在下面。对，你看，你可以看到他一点点他的头的位置。我打看看好了，可以吗？可以打吗？哇，哎，等一下，哇、哦，劈他！处决！哦，可是僵尸杀掉不能锁东西，有点可惜。嗯，我觉得他应该，因为现在还在 demo 啦。僵尸如果杀掉了会有东西，可能会更有那个诱因让你去进行战斗。但他也有可能是要营造成就是原本战斗就不是目标，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哦。好，扣了一点血，是还好。如果他设定你被咬了，你就会死，你就会感染哦，那就更加刺激了。好，接下来我们返回避难所是，有了回去了。嗯，模式是一样的。然后这种类型模式其实不多，都很好玩。这个是我们拾荒结果，然后它会显示说可能晚上有没有人来进攻，有，拦下来了。好，那你就去睡觉吧。哦，我们吃东西我不知道它哪里可以分配。好，你先睡觉。然后这边不行，这里目前还是不能过去。然后我们没有工作台那些可以做东西啊。对啊，没有工作台。好，我们现在有一点木头了，所以我们修理一下。可以修理一下。这个是快到夜晚了。等一下哦，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按长按行动，他们就会把这边跳过去到晚上。OK。然后障碍物稍微挡了一下，看一下他回，回血其实回很少哎，哇，回血回非常的少，睡了一整天只回了一小格而已。那你先在这边，你先继续加固。好。哦，然后另外一个人不给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小的动作哎。再来是我没有找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对啊，他没有。然后这边可以看一下，戴安娜在酒吧打零工，这是他的故事。然后我猜，如果因为同样模式的话，可能会知道更多他自己，就是以前发生事之类的，他的个性什么之类的。
它的效果是失去休息值的速度比幸存更慢，然后可以获得少量士气，降低哦，它是一个蹩脚的工匠。好，那你呢？它擅长降低远程武器的维修成本，它感觉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然后他没有讲他们两个彼此的关系。使用枪支会额外伤害，士气恢复比较慢。好，然后计划，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糟糕。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就得要逃离这里。注意线索，收集足够多的线索会解锁计划，完成计划会有成功结局啊。那它就是一个可以玩蛮多轮的，像例如我那好难念，像这是我的战争一样啊。它不同的选择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甚至是个人不同的状态，在迎接结局时，不同的状态都会影响到整个结局。哇，大概是这样子。哦，那我会蛮期待它正式版发售哦。目前为止各方面都还不错，但因为它现在的 demo 很多事情好像都还不能做的样子。对，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吃饭。我们可以等一下一起研究一下，因为这个饱食度也快要不够了嘛。哎，等一下，我们该不会直接使用吧？有小几率会引起疾病，垃圾食物，使用后可以回复少量肌肉值啊，是直接吃啦，那有点可惜，对，有点小小的可惜。然后制作目前也还不能制作，来，我们换他出去看看，有新的了。哎，在更外面，好像过不去，是不是？对，我们该不会可以？等一下，你看，真唱片店有工作台障碍区避难所，所以我们是可以到新的居住地点的啊。那我们那个木板是不是先不要了？等一下，你先，我要怎么取消掉它？好，这样就可以取消了。OK， 那你再回去继续睡觉好了，因为目前在这个地方可以做的事情不多。来。睡饱点，然后换你出发。来，我们应该是到这边，然后换这边定居之后，我们再去新的地点搜索。好，准备拾荒，我们带上可进行快速打击，拿一把短柄斧好了，然后还可以转移物品、装备。哦，有了 ，OK，Go。接下来就是出发时间。每个武器都有各自一套属性，会影响的噪音到伤害输出等各方面啊。OK， 没问题。哇、哦，然后还是要再次强调，我现在画质是中，我调高其实蛮好看的。看一下哦，我还那个气氛有做出来。对，而且有人在那边待过。上面有人，上面有人，而且一个僵尸就让我扣那么多血，一群僵尸大概更可怕。前行一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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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通常这种类型暗杀都会比较好，然后因为我们格子很多，我们的格子很多，我们东西可以带着的，就先不用像那样子。就像刚刚那样子，挡住，必须先把东西放外面。如果场景很大，就需要这么做。然后门挡起来了 ，OK。快！哈哈，在你转身前。他现在需要转身了，但他转身的地方是异世界，好冷哦。看一下哦，这边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使用那工具台。看一下，使用手电筒。哦，哇，他的手电筒好有质感哦。他如果场景再暗一点，可是这样场景再暗一点，其实会伤眼睛啊。再暗一点，应该还蛮棒的。好。看一下，这个是活人还是死人？不对，都是死人，还是死人还是活死人？好，看起来没感觉，可以。
电风扇。可以耶，这游戏它的细节做得好棒哦，音乐的部分、音效的部分细节做得好好哦。有一把破损的手枪，但是手枪枪感觉起来就是拿来看一下、哦，好像不能互动。然后床应该是到时候占领了才可以用。这种手枪通常都不是好东西，对武器有时候会不错用了。上面有什么？没有。然后我们这个可以把。哇！哇哇！我以为门是开着的。哇！哦，所有丧尸已清理，现在可以搬过来了。可以。然后斧头好像很容易，感觉快坏掉了、欸。哇，感觉快坏掉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危急，所以基本上，可是不想，我现在身上只有这把武器，还是得装着。我刚第一刀没回到，要不然其实可以不用扣血了。啊，有了啦，你看东西就开始满了，对，有些就卡住了。糖，不无聊，平底锅、欸，好，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不急着带，到时候也还会有吗？我不是很确定。我们留了一点东西在这边，对不对？看一下哦。糖感觉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但其他东西我们也需要。木板感觉应该有需要，要不然这放那边。好，我们带这些回去，然后看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搬过来还会不会在？顺道帮大家测试一下。好，可以。哦，可惜外面游荡僵尸比较少。对，如果游荡僵尸再多一点，你出来的时候也很危急，那就。不过目前已经各方面我觉得挺棒的了，比预期还要好玩了。好，拾荒结果。OK， 障碍物减少了一。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进行搬家，避难所搬迁，将幸存者转移到这个避难所。已分配到站点或地图位置的幸存者将会取消分配。好，搬迁，大白天搬家哦。哎，对耶，在工作台可以制作必要的物品，建造新的站点，扩大避难所的能力。站点是长期生存的关键，而且会在避难所搬迁时跟我们一起走。哦。这个建造站搬家的时候会一起走，所以不用担心说你这个把它升级了。通常这种东西工作台都可以再升级。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做二级的工作台、医疗台、武器台、烹饪台。对，没有错。我现在可以断定它的模式跟那个 This World of Mine， 超难念，差不多。但是它是僵尸生存类型的，整个感觉是蛮大的不一样。还挺棒的，然后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道具，看一下哦，两个木箱，哎，木盒跟着一起来了，是不是？然后钉子好像也跟着一起来了，所以当我搬到这边之前，是吗？我刚刚应该没有两个木盒吧？如果有观众知道的，帮我们确认 ，double check 一下好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没意外的话，刚刚的东西对没了。哎，啊，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可能我在猜，可能搬过来的时候后门被突破了，所以把它封起来，蛮合理的。接下来可以去五金行跟长老会。好，我们去个五金店，然后带个平底锅好了，可以。然后他负责拾荒的状况下，目前障碍物是够的。然后可以让他先睡个觉，可惜少了那个吃饭的仪式，有点可惜。对，其实他这一款似乎吃东西是直接吃就好了。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做个烹饪台了，我觉得烹饪台可能要先做，只要互相扶持就可以熬过去。哎，这句话应该是在致敬《This World of Mine》哦。对，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对，应该是在致敬，没有错。好，一个烹饪台。
然后我们缺零件，有点可惜。便携床公共区域可以在那边恢复士气，就聊天打牌之类的。好，然后二级工作台需要更多的东西，我们目前连这个都还没有，所以现在哎，等一下，哦，已经有了啦，他可以做了，他已经正在做了。好，那我们需要那个烹饪台，刚好，因为我们都做蔬菜嘛，对不对？做蔬菜直接生啃肯定不是一个好选项，而且他们已经快饿昏了。好，那我们就出发咯。与僵尸战斗可能会惊扰到其他人，躲起来，耐心等到威胁过去，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哇、哦，它那个黄色的字加一点闪烁，很有那种美国80年代的感觉，对不对？很像哈、哦。寻找机会使用 W 攀爬。有了，你看，接下来街道上都有僵尸了。我在猜，如果我们开枪什么，就会把他们引过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哇哦！哦，躲进标有叉的地方。好，这里是可以躲起来的。然后等僵尸走过去，我们再干掉他。这样。按错，白痴，吓我一跳。我们需要多找到一些零件。按，空白。我可以从下面钻，或从上面钻，是不是？没有，就是固定走上面。好，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同武器有不同处决动画，可以，很棒。目前游戏完全在我的没有超乎我意料之外的好了。球棒，平底锅不知道可不可以拿来煮饭。我觉得在过去不是一个好主意。对，先帮你把门关起来，晚点再看状况。哦，又帮大家挖到一款好游戏了，而且这款肯定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玩。虽然这样讲是这样讲啦，每款游戏我拍给你们看的，我自己都很喜欢玩。好，看一下哦，看一下这边三只，先不要理它，三只太远了。对，三只在北海岸了。好冷哦，翻过去，出去。OK， 我们这把坏坏掉了。我们要装备的话是按 R， 可以换了个球棒，有肉。哎，等一下，我蔬菜。你这叫挑食哦！我刚有按他不拿，他说不喜欢吃蔬菜，我不要青椒。哎呦，下面有一只，先不要管他好了。然后外面的车子不知道可不可以收。来。声音，那是楼下，我还以为是那一个躺着的。看一下哦，有了，警署哎，街机，车站，哎，那么试玩版就这么多地点可以去哦，哇，那正式版是要多丰富啊！好，不管如何，现在。有四组，三到四组的角色给你玩，然后一堆街区可以去。等一下，OK。我们这边打吗？三个好像太多了，对不对？对，打一只。平均一对一，我若被猫到一下就扣不少了。这什么？啊，这个是那个线索。倒在地上的布告栏里面有一个检查清单，上面写着：离开之前收拾好衣服，带好疏散文件，拴好所有的门，将所有物品带到储存间。可以。来，
那边应该不是一个很适合开的。然后这一对一，我不知道能不能打一下。空的。哇、哦！哇、哦！哇！哇！快跑！哇！我东西都拿了，撤退，撤退，撤退。我海瑞把门直接拉爆哎、欸，好扯哦！砰砰就爆了、欸。他获得了饥饿。好，找到一些线索，有几个街区在展开有秩序的平民疏散。这应该是我在猜，这应该是逃离方式，就是迎接结局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有好几个不同的迎接结局的方式，然后每晚都会有人那个我们的防御都会受到一点影响。好，然后再来是我发现它跟 List of Mine 有点蛮大的差别，是你们看到右下角它写白天夜晚，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到处乱走，甚至是发呆，它都不会影响到时间的流逝。对，它时间就是生白生夜晚这样子，中间是不会流逝时间的。我觉得这点还不错，对，这点挺棒。然后我们可以做点肉炖菜，总共可以做五个，那就各一个，这样好。然后他的话，我们目前防御还够，所以先去睡觉。嗯，我觉得他保有了很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我战争的优点的部分。然后也把一些，就是像我刚才说，它会时间流逝，你必须被迫按暂停，要不然你时间浪费的那种部分给取消掉了，这点挺棒的。好，先睡觉。OK， 然后等食物做完。可以可以，夜晚哦，好棒哦，我的天哪、啊！有了，你也获得饥饿了，但我们目前可以做吃的，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吃。哦，我直接按照蔬菜楼拔起哦。哦，我是白痴，浪费食物，那人直接生啃蔬菜的啦。好，这样食物也够了。然后我们的障碍物，我看一下我们这边还可以做什么东西。二级工作台材料差很多电线，然后零件缺很多。嗯，医疗区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对不对？制作绷带跟这个。公共区域，我们士气是在右边那个惊叹号投惊叹号这个，目前士气感觉起来是可以。然后便携式床，就是我们有可能到某一个地点，它是没有床可以睡觉的。好，然后开锁器的话，要打开战利品会需要。那我们可以带着斧头去拆家具吗？不知道行不行。好，水还有五份。我们就直接把所有的食物都给它煮掉了吧，可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今天换你出发，看一下我们的，然后他，哎，对，我现在才注意到他把水跟食物结合在一起了。对，水跟食物结合在一起，然后啤酒是拿来恢复士气用的，可以。所以。需求的部分就是很简单的三样。哎，等一下，多了一个开始计划。所以，当我们如果拿到了四个线索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计划，然后逃离，然后有这么多的逃出，哦，太棒了吧！太棒了！哇哇哇！我觉得这是，哎呦 ，sorry， 按到。这款游戏是肯定我会买下来的。对，肯定会买下来的。好、哦，看看哦，我们现在可以去的地方有银河领域街机，然后这边有出租站，有长老会。好，那我潜在避难所，就是有可能可以换过去的。哦，我们就是一个区一个区一直不断的换。然后这里有集水器，只是如果我们有肉有蔬菜但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集水器。那哦，我懂了，有些的避难所它是固定的点，集水器可能就固定那边，说不定拆不掉，就是我在那边才可以使用。
但我们还是去个长老会看一下吧。然后带上球棒 ，Go。OK， 那这样子，我们今天的事情差不多就晚上睡眠也没有到非常的，就是需要，好像可以连续几天不睡觉的样子，感觉起来两三天应该是没问题。OK， 它那个黄色闪烁真的很有那感觉、啊。卡了一下，嗯，但还行啊。又卡了一下，刚讲，因为我是一边玩一边拍啦，你们玩可能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保持冷静，仅限携带必需品、贵重物品或非物品请，非必需品留在家中。当你的家庭号码被叫到时，这个跟刚才线索，我在猜试玩版应该是一套，就是结局这样刚好。所以，所以你们会想要看到下一集我们逃出去的结局吗？这边锁起来了。好，那他们两个应该死掉了。你们如果想要看，我们今天也来个1000目标好了。虽然说我们已经连续三次，连续三次1000目标失败了。如果我们这集一样有1000喜欢，我们就拍逃出的结局。我猜 demo 应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啦。然后正式版可能会有其他的结局之类的。等一下，你该不会要我翻下去吧？我还真的，我现在爬回去还来得及。这个下去行否啊？好了，先看，这饿死的胆小，撑死的胆大。然后我们这个一定是先要把这个给搬走，对，然后门打开，可以。垃圾食物，这边还有哦，药品可以。楚俊，哇！可以。可以，他们还没发现我们。我的家仔哦，二楼我有点怕，我就先不要收好了。躲一下。很有那个气氛呐、啊。这边什么？好，我们球棒很容易会有太大声响。对，它不像其他的。哎呀，太晚躲了。哇，等一下，处决哦，不用弄死了，提早击倒可能也可以提早的击杀他，应该是行。好，枪支零件部件，恶魔，等一下，这里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人。但是我们得想办法找到他，这样找到其他的人应该就有办法可以加入我们。但是这里是要开锁器才行的，对。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可以想办法把人给……等一下，可恶！哇！哇，武器没了。等一下，这个是按上加空白键。等一下啊，你怎么会同时？因为按这边有个可以躲长一点，然后这里目前好像还出不去。是出不去还是有 bug 啦？可以了。好，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小小的 bug， 需要修理修改的部分。然后，按 Shift 可以，对，这个是操纵上小小需要注意的点啦。我觉得这个可能制作团队好好弄是没问题的。对，某些点不要连接在一起，同时要触发两个动作，会比较麻烦。
OK。然后看一下。哦，加油站，行。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可不可以到刚刚那个门锁起来那里。哦，有欸。嗨，你好。恶魔们还在街上游荡吗？招募幸存者，他是个化学家，很高兴你的加入。可以，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我们。哇，那这个是什么？哦，你，哎，没事，啊，再敲一下，再敲一下，没事，没事，没事。好，那我们离开吧，我们回家吧。这边要走，我可以再从这边下去了，但里面有一只僵尸，所以合理的还是不要理他。然后我的伙伴应该是我们只要控制我们自己，似乎不用带着伙伴一起走。对，然后这边下去了，把他干掉，可能还有其他的物资，但我现在血量扣超多，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哎，我们刚才乔装师会把其他僵尸引过来。对耶，哇，那我们这边要怎么出去啊？有点危险儿。哦，他没有发现，快跑！哦，我还有一只，快跑！我好多只，哇，哇！不要敲钟，好吗？北七才敲钟，你都僵尸末日了，你敲钟，然后剩下人获得了被动状态，是哪个北七才会在僵尸末日敲教堂的钟啊？对不起，就是我。来，我们先回到主选单。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有1000赞，我们再玩后半段啊。然后至于要从这个记录档接续下去，还是我们再开一个，然后戴安娜还活着的记录档，这不好说。总之，今天这集如果有1000赞的话，我们就拍第二集逃出去的部分，好吗？我们就会有2集的时间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今天光是介绍这款游戏给大家，我觉得就很棒了。这款游戏完全超乎我期待的好玩，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快去把它下载吧。好，那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都欢迎留言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